的各位来宾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欢迎您来到星光联盟艺术气息浓厚的第六届星光联盟艺术节，我是芳芳。今天呢，我们有一系列精彩绝伦的节目等着大家，从古典到现代，从东方到西方，应有尽有。请准备好您的掌声和欢呼声，让我们的演出在热烈的氛围中拉开序幕。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我们是否都曾经梦想过有一片宁静的桃花源呢？今天加州爱乐艺术团的舞蹈队将带给我们去一探究竟，请欣赏由张悦毅老师指导的舞蹈《桃花源》。
好的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表演员们。不知道最后这个 ending pose 有没有在我的解说下显得更加精彩呢？